15日，许志安到电台宣传新单曲《Lover A》，封面秀出坚实肌肉，让人大饱眼福，给粉丝带来这么大的私人福利，不知道有没有事先向女友郑秀文报备呢？都有哈，找一些，他说找一些比较青春一点吧，看的肉，看可以能够看到肌肉一点吧，好不好？那。对，他要给了，他要给一些意见。既然是郑秀文的意见，大家就无后顾之忧了。近日，郑秀文在参加 TVB 某节目时大方谈及婚姻观，更表示现在结婚也 OK， 不知道是不是在逼婚许志安。许志安被问及有些尴尬，怎么 OK 啊？讲得很委屈。随意咯，那就我觉得随心一点吧。那反正对啊，就我们都是二十几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时间可以继续的 enjoy， 没有啦，所以就还开心就好了。对，虽然对于结婚不肯松口，不过对于是否会给郑秀文一个求婚惊喜却是侃侃而谈，看来早就有所考虑了。应该男生一定要，如果走在一起一定要经过求婚这个阶段，因为这个是女生一个一生一世最美好的一个 memory， 一个回忆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做的，那我慢慢想。可能是怕说多了会露馅儿，记者再追问时，许志安笑着不肯回答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